阿初，我们的车被动了手脚了，刹车失灵了，车停不下了，我们准备跳车。不，我们一起跳。你先下去，我随后就来。不行，下去。 你知道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无所畏惧吗？因为爱。叔。 亚叔，亚叔。 明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行动计划要执行，需要帮手。你负责替我通知外围组织的行动人员，人员一定要可靠。明白。苏长庆的事情暂时先压一压，但是你绝对不能透露任何与组织有关的消息，一定要做到绝对安全保密。那我们怎么联系？明天晚上6点，戈登路口见。 阿初，阿初。